BHG661C 跑步机维修，更换跑带、皮带、全机大保养。跑板已经被刮伤了，全机内外吸尘清洁、润滑、保养。跑板加吸油润滑，全机润滑保养。按键贴纸固定。客户要求调转跑步机，启动测试，负载测试。完工，将师傅的日常。谢谢收看。